各位《先周报》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云化，来高雄找最好吃、最好玩，就看《先周报》。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，其实我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很漂亮的翅膀。那我觉得对我而言，他们的勇敢是大家一起陪伴他们度过所拥有的。那这段过程当中，其实有一点让我非常感动的是，碰到一些小朋友，他们现在状况其实比较的困难，比较辛苦，但他们的志愿都是希望可以赶快长大，然后自己有能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我觉得世界展望会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希望的种子。那也希望我可以把这个种子分散给大家，然后也希望大家一起关注更多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。对我自己生活上的改变，我觉得以前的我会觉得我自己的力量非常的渺小，好像其实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太多东西。但自从上次去瓜地马拉之后，发现其实需要帮助的人，其实甚至是小小的一句话或是一个拥抱，其实对大家都是有很大的爱的传播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从这两次的自己的改变，就是不管自己的力量再怎么渺小，只要有心，然后只要把爱传递出去，其实大家是都感受得到的，所以不要害怕自己力量很小，小小一点力量都是可以帮助到的。各位饥饿三十的勇士们、影友们，我们已经度过了目前度过26个小时。那我本人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活动，虽然我没有时时刻刻在场地里面，但是因为我像我刚刚也是去拍戏的，所以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，我都是只有喝液体的食物。那确实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，因为体力也消耗尽了，精神上其实也蛮痛苦的。但是我觉得大家一起。我们一起对抗饥饿，大家不要害怕。饥饿勇士，加油！